这个可不是我的工作。你说对不对？好吧。好了好了，你把它丢哪儿去了，银狼？随手打个坐标，没什么讲究。你很关心？不关心啊，只是不管看几次我都会想。修改现实数据而已，不值一提的小把戏。你刚刚看什么东西，那么津津有味？黑塔的玩具，空间站收藏的起物目录，里边有很多有趣的，比如有一把枪，能给他准心里出现的。你不好奇自己会得多少分吗？好啊，要是顺路的话，沿着左边门后的回廊继续深入星河。他能告诉我们星河在哪里？这次能让我玩得开心点吗？来点刺激的。